我来搞这太平老街。今天去来买一间古早味老街碗粿，不贵啊，一只25块。来看伊的价目表，人真多。碗粿鱼肉蛋饭，哒，开始看。去斗六个什么老街啊？太平老街哦，迄老街伤济啊，西丽延平老街，啊，咱只迄个斗六是太平老街，啊，迄个对，迄、那个36湾迄嘛，敢若太平老街吼、哦。啊，去遐买，去遐行看看的，嘛敢无几大。啊，看到一个啥老街碗粿，啊，佫有一间老街，迄啥臭豆腐，但是可能无开啊。唔知是暗时无开，还是刚开在时，唔知有看单伫遐啦。即马来试食一下碗粿。哦，伊个碗粿看会比较白。啊，白四三，咱遮拢有豆油色对吧？系啊，你较紧个。咱个有小看豆油色啊，而且看会白白啊。白四三，唔知好食无？看卖，看甲咱闽南遮碗粿差伫多。啊，这豆油嘛真清呢。系啊，咱遮拢过个。系啊。啊！伊这一包啊，四碗敢有够啊？有啦。这健康碗粿的豆是清的。对啊，啊！伊这敢那肉臊吼，内底有啊，有肉臊。内底是肉臊吼。真坑的，卖倒去哈。我来试食看卖。人拢用签啊，啊！伊那用这食冰的吼。手炸着。这唔知有啥物料。哦，拄仔伫遐看甜甜的，迄人真济，肉无贵啊，一只25块。系啊，看迄伊迄桌啊，拢甜甜啊。哦，肉。垃圾。无大块肉嘞。哦。我用我咧看。只。啊，你料准袂歹。大块肉。哦。毋是肉色。哦。我是无，拄仔无学到中音啦，我外口是肉色啊。我这嘛无中边啊，尔大块肉。啊，肉是有肉色啊。哦，伊个料袂歹。料实在，赞。啊，口感呢？伊个肉拢规片个肉。口感食起 QQ 啊，袂歹食啦。甲咱遮食起。咱遮较软嫩啦，较迄、那个。它有较 Q 啦，啊是颜色有豆油色，可能袂像安尼规个白白啦。特别看起来较无好看。我感觉我印象个白色，当然是熟悉的迄种。对啊，看个菜脯个。啊，另外咱遮敢有菜脯啊？有个是熟悉的才有啊。我爱食菜脯啦，菜脯个讲。我以前吼，较早到高雄个无，啊，当下是细个时阵，当下去拢只有用成去蒸头。外妈遐，啊外妈因对面就有一间早餐店卖碗粿的，啊，迄个啥物油豆腐汤，佮物仔我袂记啊，拢去对面食，袂歹食。即摆无啊啦，迄死我啦，迄拢老啊，阿妈拢外老啊，你想着外老啊。哦，你我看觅伊只料，迄个啥物馒头阿兰碗粿有无？你来试食看觅，我也毋捌食过迄间。是啊。看卖啊，甲一间碧海，反正我这肉安尼规块啊。我话炖排好啊，因这有诶，碗粿敢若有南蛋吼？嘿，有，咱遮拢会有南蛋。嘿啊，啊伊这我刚看甲目前无看呢。咱这碗粿较有味啦，咱我都较咸，有豆油去较咸，啊伊这可能爱靠酱汁啊。这毋知敢是？我去要看，伊无卵啦，伊遐，啊那无看伊卵呢？每一斤拢嘛无共，无一定啊。一斤无卵着，一斤也无卵，啊但是伊内底肉，蛮多的，拢大块嘿，袂歹食啦，嘿啊，会当25块尔无贵啊，那去斗来会当食看卖，伫咧大六老街啦，好。
分享到这。走六太平老街。好，今天分享到这。OK， 拜拜。